第十六题，罗宾很满意自己制作的肥皂，他对肥皂的性质做了以下的推论，下列哪一个推论是错误的？我们晓得做肥皂的时候有盐稀，盐稀就是因为肥皂不容易饱和盐水，所以选项是 B 是对的。盐稀之后肥皂浮在上面，表示它的密度比食盐水小，所以呢，选项 C 也是对的。我们晓得肥皂是一种界面活性剂，能够让我们的油跟水好像能够混在一起的样子，所以它们油水的界限会消失，所以选项 D 也是对的。而肥皂溶于水之后呈碱性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项推论是错误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肥皂溶于水呈酸性。